看它这还角形啊，来把它给组装上来的哈、哦。所以说，在我们齐后坝的这个地方，我们要看的就是它这个砌砖艺术。你看这个菱形的，有没有？啊，菱形的。那我们知道古迹的修复是修旧如旧跟修旧如新两种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我们都算是属于修旧如旧的一个那个修复方式。